哎，哥们儿，我采访一下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你这个每天大概打多少本儿这个书？这个4000左右吧。4000本啊？对。你这打一本大概能提成多少啊？这种的应该是5分钱左右吧。5分钱啊？哦，哎，你是那个哪里人呢？我是山西的。山西的啊？对。那个，今年多大年龄了？今年20吧。哎，你是不是你这儿那个打包最快的人啊？不是，不是啊。第二名。哦，第二名。你来这儿干多久了？7个月。哦，7个月排到第二了。啊，还行。厉害厉害。哎，你姓福吗？不姓福，我姓王。姓王？那你觉得这个幸福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觉得，反正每天能多干点呗，多干点，然后挣得多呗。哦，多打点包是吧？哦，能多干点。你觉得你现在幸福吗？现在挺幸福的。是啊。现在一天反正打个3、4天。哦，3、4天。啊，不少啊。那你觉得干这工作怎么样？辛苦吗？干这个活儿还可以吧。啊。挺好的。啊。不行。啊，反正觉得。8个小时班。啊。啊，就感觉反正是还是，有时候工作干还挺快乐的，是吧？啊。我看你这一会儿这一沓子书都打完了。啊，这一好几百本啊。这几分钟的事儿，谢谢啊。没事。